现在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邀请了著名的艺术家侯宝林同志，宇宙牌的香烟，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过年前依旧弯弯的河，妹妹你安康。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啊！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喇叭也不太响了。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Oh!
视台。此刻我们是在北京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面向全球现场直播2017年春节联欢晚会。春回大地百花艳，节制人间万象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又一次如约而至。连续举办34年的央视春晚已经成为伴随13亿中华儿女和全球华人辞旧迎新的新年俗。今晚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军事农业频道、少儿频道正并机现场直播。与此同时，我们春晚正在通过全球157个国家的221个海外合作方落地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多个频率也在同步向全球的听众转播201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实况。您还可以用手机通过央视综艺春晚和央视影音客户端收看广汽传奇艾特春晚网络直播，点播精品 VR 节目，参与央视网的互动，赢取幸运奖品。暖暖的除夕夜，浓浓的家国情，我们也将在春晚的舞台上为您展现最美好的辞旧迎新的愿景。金鸡一唱千门晓，和声四海万户春。今年的春晚除了北京的主会场，我们还在祖国的东西南北设置了四个分会场。让我们首先到东部的上海分会场看一看。神奇光舞台，明珠放异彩。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东方明珠广场陪您过大年。今晚的浦江两岸暖意融融，火树银花，著名科学家、体坛名将和文艺界名人都将和他们的家人在这里与电视机前的您一同欢度新春佳节。现在我们就请姚明作为代表给大伙儿拜年吧。大家好，我们在上海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年年有余，岁岁平安，万事如意。熊熊火舞台，欢歌唱起来，梁山各族儿女一起向着春天跳起来。此刻的梁山欢乐沸腾，梁山的兄弟姐妹们身穿节日的盛装，踏歌起舞，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善舞的刘三姐在等着你哟。Thank you.
雪大世界给您拜年了。观众朋友，我们现场的温度啊，现在已经是-20多度了，这是非常的寒冷啊。大家看到我手中的冰棍了吗？我们黑龙江人不仅不怕冷，而且还有越冷越吃冰棍的传统。那是冰天雪地里过大年，是越冷越要嗨起来。你们看，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啦，过年好。我说大家伙儿，想不想要那只会下金蛋的鸡呀？掌声再热烈点呗。真是闻鸡起舞，春满神州。
此时此刻，神州大地千家万户也到了吃团圆饭的时候了。好好吃上一口妈妈做的菜，好好喝上一杯爸爸斟的酒。这过年呢，就是要把一年年留不住的时间化作最美好的记忆，留在心底。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小品也充满了浓浓的爱意，一起来欣赏《大城小爱》。哎，开工啦！北京城这么红。这咋还震动了呢？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听着了，兄弟们，开工喽！好嘞，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我想我老公呢呗。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那你找着了？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没有啊，我都听人说了，嗯，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嗯，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那实在亲戚。哥呀，又咋的了？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妹儿啊，啥事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对，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这玩意咋这么干吗呢？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白哥，你别叫我。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你别过来。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老公。媳妇儿。老公。喂，啊，头啊，头啊，
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给谁打电话呢？我们头。头啊，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走。干啥去？去你该去的地方。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蒙圈了，自首去。谁呀？你。咋的了？自首去。谁呀？你。咋的了？我让你自首去。谁？你。我呀。啊、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当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啥玩意儿？蜘蛛人？你吐个丝儿，我看看。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谁呀？你。咋的了？怀疑我？谁呀？你。我呀。啊？咋的了？你给我上一边去。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你跟我生啥气啊？你瞒我。我。你瞒我，你瞒我了。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喊啥呀？我喊咋的？我生气。你别生气了啊。我就生气。哎呀，你别生气了，就生就生，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你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仔细看一看呐。嗯嗯，你刮胡子了。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我图伤悲，图啥？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上一边去！哎呀，你推我！我推你咋的啊？再推我一下子。推了。你再推我一下。我推了。你再推我一下。我推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说真话说假话？你先说假话。不好看。是真话。真不好看。妈呀！咋的了？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咋的了？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说人话！本来盖卡秃噜皮了，给我上一边去娘！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
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的时光遇见最美的你。我的生命里有你才有意义，在这世界上你是我唯一。妹儿啊，哎呀，他不对来事了，说让咱俩去浇刷子去。哎呀，你是谁呀？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蒙了。我呀是高空清洁工，对，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呢？他谁呀？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啊，实在亲戚啊！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是啊，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呐，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我多余了是不是？没有，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行，等会儿，老公，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多少钱？500。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哎，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啥首饰啊？就这个呀？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惊喜？哎，放下来！老公，你要干啥呀？媳妇儿，把手给我。把手给你。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北京，
哎呀，真是太棒了！我主持春晚20多年了，能把小品演上天的，这还真是头一回啊！尤其是空中那个热吻，太真实了。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演这么好吗？这俩呀，是一对真夫妻。这两位年轻演员啊，也是头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再次的感谢他们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啊，将要上场的可是一对荧屏兄弟，那是帅气难挡。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歌、王凯。心头，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岁月长河，冬去的浪漫还是唱歌，让青春相伴引领你我。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褪色，永恒的情在时空穿梭，越是风雨越是信手紧握，爱笑大家新年好，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鸡年大吉，万事如意。过年好，新年好，新年好，给您拜年了，新年快乐，新年小朋友新年快乐，过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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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王凯，新年好，哎，今年特别高兴啊，啊，我们可以陪伴全国的电视观众一起过年，哎，没错，那此时此刻呢？我想替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嗯，今年的春晚你最想看的是什么节目？
我最想看你的节目。谢谢，那咱们只能看重播了。说真的，现在你最想看的是什么节目？说实话啊，每年春节的时候我最期望看到的是小品类的节目。太好了，下面这个节目你一定喜欢。请看小品老伴儿，表演者蔡明、潘长江、潘冰龙，邀请。哎呀，蔡阿姨，院长，我正练舞蹈呢。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怎么了？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吃我呀？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张大妈去；身体健壮，李大妈去；关键是特别漂亮，扶我起来。您同意了。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哎，来来来了啊！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潘叔，站住，潘叔。哎，慢点，干啥呀？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扶我回去。为什么呀？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好吧。潘叔，哎，您看这是谁？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像一半。哪一半？翔。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他没救了。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好吧，给我吃一口吧。不吃。我尽力了。哎呀，蔡阿姨，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好，蔡阿姨，有希望啊。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铲驴粪。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啊，又给活埋了。哎呀，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总不会是铲驴粪吧？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蔡阿姨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嘘嘘嘘嘘，
我救了你，对，你娶了我，没错。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再换一道题啊。好好好，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哦，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长得好看啊。长得好看呢、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长得好看。蔡，你这干嘛呀？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蔡阿姨，你注意态度呢。你快点吧。啊，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跑，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好。蔡阿姨，您送一送吗？我得送他。对对对，走你。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结婚第二天。对。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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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拥抱啊，这个怎么能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行，那我再考考他。嗯，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妈妈，对，就这样吗？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妈妈，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儿子，你3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嗯，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那后来呢？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儿丢了。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哎，您怎么知道的？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糊弄。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相信了。吃饭去吧。走，跟我一起回家吧。为什么呀？你不是我老伴吗？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您稍等，我问问啊。蔡阿姨呀、这回我真的尽力了。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好，我再坚持一会儿。我不吃饭。好好好，我饿死算了。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可是我的钱都没了。哎呀，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拿着。不行，这是你的东西。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对，就是我。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当你老了，手发白。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老伴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是你谁呀？啊，这位是。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坏了坏了，又乱了。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好好好好，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潘叔，好尴尬呀。
继续配合。哎，好。妈妈。哎。爸爸。哎。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贼拉拉的爱。谢谢三位，真是笑中带着泪，温暖中透着火热，这就是老伴儿，这就是幸福的除夕夜。